那啥，好吧，那好了，锁上是吧？哦，它按下就会移动。然后拔起来是锁上，最底我安装是有空阀子。那这个是这一台是？看哪就你给我指一下呗。是主要路这来的，它因为它是都有来回跑的嘛，啊，而且它碰它。啊。然后如果打双黄的话，往后顶。这有两个螺丝，这有两个口儿，嗯，它套进去就行了。嗯。然后如果对，对水平刀的话就是这样，对垂直刀。嗯，就是这个对刀，你给他演示一下呗。嗯，等会儿啊，水平刀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再得一刀吧。先这刀。然后对刀的操作。然后直接点一下那个就可以，它自动对了。你听过了，然后它完成了就变绿了，怎么说？这是哪个支架呀？嗯，我不知道原来别的过场牌，我以为它咱们过场牌。没事，回电脑能不能防抖一下？有防抖功能。好了。一个补一个前面的那个。然后对了。看到有画盒，就是横着的画，我一共听过。我一人就放在那里，就凑了，看到没？这个报应过了吧？三千弄，我不行，我都是不打扫，不打扫。好了，再好了，嗯。三十，对，从板边到孔中心的位置，行，台面到孔中心的位置，行，好，然后给那弄个，如果用垂直孔打的话，就是打这些孔，这个水平 X 也是一样，这个高度对，就是从这边板边到那中心的位置吧，对对对，中心的，第一个三十水平 X 就是从这个板的板边到孔中心是三十，然后这个水平叉是一百，也是从板边到孔中心是一百，然后剩下的就依次是，对，依次往后歪的，一样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好，然后第六个，三十垂直孔的三十就是从板边到，到中心的三十，然后一百就是从板边到中心一百，掰着往后推就行了。然后直接开始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暂停。可以暂停吗？我没水再打，没水再打一遍。这个我等会儿，这个是放一次放三块板，然后选择扫边来回打那个侧孔和垂直孔的操作视频，好，OK。
组合才行。电池，电池走遍。嗯，这个是在基础上是咱已经设定完那个侧边和垂直的参数了。已经设的设了。哦，在这个设定完这个参数之后返回，然后选择你点一下那个扫边，选择这个扫边，然后它就是可以连续加工，对吧？然后。你不用点那个开关吗？它就开始工作了。刚刚按了。哦，你刚摁。设定完扫边功能之后，可以换新板上，也可以翻个边重新打，只需要点那个按钮。他那个也可以同时吗？已经换完了是吗？
水平。然后这个是 线，可以画直线，可以画直线，是不是水平 x 和 y 你需要设上？你那个 x 和 y 是指什么的距离？起点位置。对。是吗？对对对。也是从这个板砖，你比如说你这是30开始，那你水平是30，然后斜的，长度 A 是长度，长度 B 是往上斜，长度 B 如果是0的话，它给你画个直线，如果是长度，如果 B 有那个数值的话，有1，对，它是斜的，斜上去了，开上吗？可以给你先试试。好，可以。然后那个 Z 的9呢，是从这到这吗？啊。这个参数跟那个是一样的吗？这个多了个二，这个半径是吧？这不是个半径。就除了 x z a b， 然后多了个二的参数，然后设定完就可以加工了。然后点击确定，你点一下，然后再返回去就加工就行了。这个只能在侧边，然后洗一个。为什么？这个笋。这个笋头。这个头，这个修边框是不是？这有 T4 的。T4 装的是洗刀。然后你看一下，你说一下那里面参数。那个是。这个是这个是洗圆头是吧？这个是洗笋的那边。这不是平叉。嗯。也是从板边到孔中心的位置。然后 Z 是从那个。高度 Z 也是从板边到孔中心的位置。换了另一个面了，只是从这儿到他的位置。那从哪？你重新指一下。他。到他的位置。是 Z 的。对。然后水平叉的话就是到他中心的，也是中心是吧？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半径，半径就是圆的半径。圆的半径。圆的半径，不是还有你不设定那什么长度跟深度？设深度就行了，深度和刀距。深度和刀具，然后确定，然后确定，然后加工了。是这个参数的，你说一下就行。这个水平 x 和高度 z 都是和圆是一样的，对，长度 a 和长度 b 你是一个椭圆的长和宽。然后这个是深度，选择一下刀具。刀具选择哪个 ？T 一、T 二、T 一或者 T 二 ？T 三、T 四也可以。那这四把刀都可以。都可以。然后这个是修边框。洗头。洗笋头。确定。好了。这一个切换刀具 ，T 一和 T 二是吧？对，这开侧面 T 一 T 二，然后这里设那个，尺寸，这个都边到这个槽的位置，槽子，这个有个工作参数，正面开槽外位置，这个50，选择这个的话，然后水平开那个侧边，水平开侧边的时候 T 一或 T 二，然后输入板材厚度。就可以了。其他参数不用说。也是输这些参数吗？就是点完之后把这些参数输上之后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就是水平的。然后。这样的话就选 T 三或 T 四。选了之后。然后设参数。然后这些参数。然后还有一个参数。还有一个参数是。这个。正面开槽外位置。就是它在哪个位置，那个50那个参数要设定一下，其他的不用动是吗？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点击那个压料加工。后边配，好。好了。
侧面点返回。刀具用七一或七二。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哦，就切换一下刀就行了。对。然后点开始就可以了。这里设参数，嗯，这里选择刀具，刀具选择哪一个？只能用七一或七二，嗯，然后这里设参数，嗯，照着这些东西填就行了，嗯，上面有图，嗯。是那个什么拉手是吧？拉手，嗯，拉手的。然后这里可以选拉手的图形。图形。那不是确定。这是设定参数是吗？嗯。嗯，那个角度是角度、就是、是哪里的角度？是不是一个四十五度？嗯。这有个球。嗯嗯，是那个圈的那个地方的四十五度。这个球，这个球，对。嗯，很近吗？那是三十。D 是它的深度哦，深度，也就它那里面所有，有其他需要是那刀呢？你刀用七三或七四啊、哦，好，然后其他，这是冲击刀量，你刀多大你就射多少就行了。哦，然后下面是板的深度，这个是板材厚度，板材厚度，哦，然后那个是什么？板材长度，哦，这个是速度，速度，加工速度，钻孔速度，嗯，嗯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加工了，是吧？拿着呗，感觉有点暗。